把它穿成 W。它真的有点凹啦。我底下你一直来偷看你，无咧敢看。就是要看的啊，谢谢啊。啊，不过。
有你的肩。是哦，你知道哦。对，理解啊，你们就跟刚刚设计师一样嘛。是啊。对自己的作品一定会。啊，那这样子会累死自己。啊，但是如果乐在其中，我是觉得 OK。他就是两点到三点之间到，他是属蛇的。蛇的。其实，在高雄屏东，他还是蛇，他还是蛇，他还是一样时间点到。但是有铁锤会方便很多。我其实不喜欢拿石头在那边敲，我不喜欢。我觉得有铁锤那个手感差很多。尺寸一半一半，刚是太刚好。对啊，那你袂当拖杆啦，你要平行啊！你去我去那边，嘿，你去那边我去那边，我你嘿，爱平行啦，嘿，平行这样嘛，哎呦，你脑袋瓜啊都不用，不是，你要行，你要炭火要放进去，不然你要把那个弄在。加一点盐巴，还有黑胡椒，或者是用成蘸酱吃也可以啦。这个是抖音，抖音在上面很热，真的到底会消肿啊？被车没啊？照亮你，照亮你。先吃这个，这个是有加胡椒盐的。这个烤起来会有花纹，对。并没有的呢。豆腐要稍微再烤一下，啊，不然有那个脆脆的感觉。叶菜，而且那种焦糖，很漂亮的颜色。漂亮颜色呢，最多。对啊。
分分的对啦。哎，伊拄啊有容易啊。那撑得住吗？只是再稍微有压就好了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好棒哦！把它穿成 W。它真的有点凹啦，就是整个鱼会变成这样子，有点 M M 型 W 型。哦，对，但是不能倒。对对对。所以它在，它但是就是，就无法避免。所以就要垂脚。这边比较漂亮。那鱼虾会很美啊。哇，感觉很好吃哎！你看这条更好吃，上面都是盐巴的感觉，很像那个味道。那种日式烤香鱼的味道出来了，很漂亮的烤鱼香鱼，吃这一只啊？选，你可以选一只去吃啊。好好吃哦，不是那个哦，不是说假的哦，是说真的哦。没有一下。很香啊，热热的，刚刚好。早哦，
样过来。还不错嘞，当然好做，挑新选快一年嘞，这两用的。哦，对了，他女，他会当女。哎，很轻松，放进去。那肚里面了。对啊，可以变隐形，蛮方便。躺下来感觉很舒服。没拿嘞，没拿。这功能又不错。啊。这样看天空很漂亮。对啊，直接又变成一个躺椅。对啊，变躺椅。漂亮的颜色。整个弄起来。
今天维尼刚好有带另外一张行军卡，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比较，都可以选择。然后他带的是 DOD。看到 DOD 的牌子。第一个，先看一下他们的长度，因为这个比较长，然后宽度呢，看一下吧。宽度呢，是 DOD 这个比较宽，好。来勾度差那么一点点，有看到吗？这个高度 OK。 云南你，啊，翻过来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这样子很漂亮了哎。他死得太累了，然后撒盐，对啊，我撒锅血了哎。公爹，公老爹，这带你的帮你。对。哎呦。身重100公斤哎。哇塞，你超过100公斤哎。你几公斤哎？70，我往头上蹲。哦，那应该你看还是可以承受了，又没坏掉。那讲完就崩了，就这样，空下去，失败。哇！你厉害了！你回来这就不救。今天够了。